强劲穿越的安打，可以直接冲本垒了。富邦跑回来得到了第一分，陈真的强袭的穿越球，双方现在一比一平手了。陈冲廷这个球的出速真的非常的快，非常快哦。这球又是穿越，那这个球又继续冲本垒，要取得超前分，球回传美虎传三垒，马美虎那个美虎的结果是拿下超前分，同时进战三垒，一三垒有跑者，是蛮靠近郭富林的，但你打得非常的快，郭富林也反应不过来哦。那个点啊，那个落点其实对富林来讲就不是太好切的位置。那卡斗之后传三垒也没有能够抓到陈真，跑垒都非常的果决哦。二垒的回来得分，一垒的往三垒去。哇！爆头，这个爆头球一时间又不知道在哪里。陈真这一次跑回来得到分数了哈。没问题，一定下一次会看球滚到后面哪里哦。对，他是弹高了起来，而不是弹到后面去。那这个球离本垒大概就只有两步而已哦。这球在左侧，在左侧的角落附近回去踩垒接杀，开始起跑。这个位置呢，已经是无力再回传了。那刘俊豪也回来跑得了分数。王正堂呢，记录上是高飞牺牲打一分打点，这一次的得分效率就非常的好。对，这一局攻下了一个四分的大局啊，四比一。这球打得很平，被收掉哦。郭富林展现了非常精彩的防守，但是富邦呢在八局后半攻下了四分的大局，四比一领先三分。我是央央，看完影片呢记得要点一个爱心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咯。